昨天，四川大学华西临床部一名专硕研究生因为确诊新冠，却依旧坚持在岗位上，导致心脏骤停去世。网传这名研究生阳性三天还一直坚持在岗位上，周六的时候还上了九个小时的肝脏移植手术。十二月十三日上班期间突然倒下，心脏骤停。有消息说，这名研究生才二十三岁，是脑干出血，当场死亡。 微博信息显示，这名硕士是泌尿外科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，在儿童外科的普外组实习，而这个组还有一个称号，叫做“半夜十二点让实习生做手术的组”。网上流传的抢救记录显示，该患者在八点五十八分进入抢救区，呼之不应，大动脉不能门挤，双瞳散大固定，之后抢救无效去世。 根据网络截图，当晚该研究生和老师的谈话还显示，老师让该生准备明天的手术。这名学生说：“我发热了，老师。”而老师的回答却是：“我也不舒服，还是要继续上班。” 事件发生之后，华西医院泌尿外科科室管理小组发出通知说，有一名研究生在寝室突发意识丧失，正在抢救，请同学们不要在网上传播，不传谣，不信谣。有网上截图显示，华西除了将死亡地点由医院在岗改成寝室，甚至学校还改变了这名研究生的死亡时间。 有人说什么时候搞定家属，什么时候再宣布死亡。还有人发帖说，目前重点不是规培生待遇怎么样。 重点应该是医院不提供防疫物资，阳性之后还要强迫工作，并且实施道德绑架，以至于在岗位上猝死，并且在事后还妄图篡改死于寝室，并指出华西医院的三大失误：第一，要求带病上岗；第二，不提供防疫物资；第三，妄图篡改事实。有华西的学生说。 我说怎么老师在朋友圈阴阳怪气的，然后又发了华西的公告，原来是这样。医护人员就不是人吗？凭什么国家开放，受苦的是医护人员？我们又没有多拿一分钱，工作量剧增，科室扬了一半，实习生顶上，我们还一分钱都没有呢。我们的权益谁来保障呢？靠自己硬扛吗？做核酸还要自己给钱？ 还买不到药，生病了也要上班。如果说反应的话，就说这是我们该做的。难道我们该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别人的吗？ 还有网友提供更多的信息说，说不只是华西，很多医院的实习生他们都没有防护。不是他们不想做防护，是医院根本不给提供，甚至连口罩都是自费购买的普通口罩，不是 N95 口罩。有些医院还会要求阳性医生正常接诊。 另外，有华西的学生披露说，华西作为西南地区最大体量的医院，作为全国医院的龙头佼佼者，工作量大到惊人。尤其是这个同学工作的小儿科医院，因为最近放开，有些医生病倒了，但是上面的医生却并没有减少收治入院的病人数目。 而且要求医院的学生带病工作，这才是酿成惨剧的根源。死者所在的医疗组曾经出现过患者死亡的事情，而且工作强度非常的大，可以说是他所在科室最大工作量的医疗组。十二月十一日，华西临床医学院约三百名学生在校园内进行游行示威，并高呼口号：“同工同酬，拒绝双标，自愿返乡，不要威胁。” 中国医师协会于十二月十三日向助培基地和全国医师发出倡议书，号召舍生忘死、甘于奉献的精神。